啊，那么是得些嘞啊，没不中不也？那么什么故事？天堂也没人玩。第二个年头，天堂是学起了，那么是等到过去大几年，靠边别去当年哦，天堂别去当年年头就学，年头就开始了。老师呢，俺老师等到那年扎多年哦，扎个 MBT 的老师不怕练起的，俺老师过去大几年靠边别去当年点做了。刚开始这个月，第刚开始在别去当年年用作就学起，那都是哦 Facebook 当 Instagram 那个路学。第二，你 YouTube 的路途嘛上，刚开始呢，等到 YouTube 的点点怕练起，就得了高头多点上 YouTube 的路途嘛上。接着，俺天堂不等到 YouTube 新的点做，那年开始的年底那通没完呢。那 Facebook 当 Instagram 你搞了嘞？那 Facebook 当 Instagram 的，那开张的那不是当是因为那个的我的嘞，关系就对这个让人默默听不来的。我第一年呢 Facebook 当，我 Instagram 也跑了几下，那不是我天天写了，那年终的，下降的偏多钱包当，那冬的我过的我就讲的学习，点赞那不是呢？那 Facebook 当 Instagram 的，我前几年弄的现金面积写了，那不是嘞呢？我偏的感觉他们着急，点赞那个我现金面积写了那是悬疑，对 YouTube 的路途面多的空间没话接，那当当个年的天当不是个月呢？人民币，你将那个 subscribe 了，那，你 Facebook 当 Instagram 你人民币，你关注存在多，俺们 follow 了，那就行。学几年，那么人民币，全部全部以 YouTube channel 的 subscribe 忙死哪个呢？